各位小金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K 安阿金啊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这个久违的挑战，看看前面这一堆人，我今天是要走这个好汉坡过去吗？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请先帮我按下喜欢，还没订阅的观众朋友也可以帮我按下订阅按钮，看看这一个蜘蛛人他到底会不会成功。那我们就整片开始啊，我们首先应该是直接这样走过去吧，他手牵着手，所以我们应该不会掉下去吧？会掉下去傻眼！好家在我是在花园银行大楼这边就掉下来，所以没有摔下去，不然摔下去还得了，就变成要下一位参赛者来参赛了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我们必须想出一些解决的方案。看来我们要骑个摩托车过去才可以解决吧。好了，我们这边准备了一台红色的这个跑车，我们给它骑上去。哎呦，哎呦，骑不上去啊！哎呦，很难骑耶，它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简单耶。哇，等一下我掉下去了。傻眼！哎呦，好家伙，我有骑摩托车，人没什么事啊。我们再来一次。刚才那位蜘蛛人实在太逊了，现在换我们的钢铁人。钢铁人选手他会选用什么车子嘞？等一下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人盖位移了，而且这边多了一个饮料罐是怎样？我们的钢铁人选手选用的是这一台正太郎。正太郎有办法直接骑过去吗？有点困难。来，哇嘞，他这个地方真的上不去哎。哇塞，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有难度。完了，还是不行啊！哇嘞，钢铁人也GG了，哇嘞！看来钢铁人也不是我们的这个最佳参赛选手，最佳的参赛选手当然是这一个最近人气非常旺的蓝色朋友，他要选用什么车？难道是这一台正太郎吗？好像不是，他看不上这一台，他选用的是这一台。脚踏车才是最强的选择，有没有？好好，我们准备好了。等一下，我发现这边为什么都骑不上去？为什么这边到底是有什么隐形的魔力？等一下，我想办法。哇嘞！等一下，这台不行啊！先回来！哦呦，好家伙，他这样还不算是失格，因为他是掉在大楼上面。他决定要换刚才那一台正太郎了，他后悔了。好家伙，他还是有这个机会。我们看一下，到底为什么前面这么难上去？是不是这个饮料罐挡住？我们把这个饮料罐给移掉，应该会好很多。来，我们硬给它骑上去。怎么卡住？卡在这边？哇嘞，这难上去哎！我发现骑摩托车也上不去，看来是不是要车子？我真的生气了。我们这边直接用这一台冲一个，看可不可以冲过去？哇嘞，不行！我们的蓝色朋友，没人坐在车里很安全。OK， 他安全的下来了。我们的蓝色朋友也失格了。接下来换我们的红色朋友，前面这个天堂路到底要怎么过？他决定使出一个剑招，他决定选用的摩托车就是这一台，嘿，这不算吧？这一台摩托车算犯规吧？来来来，我们过去。
这一台不管怎样都不会失误。太犯规了！你这个完全就是犯规的迹象啊！傻眼！我的由于作弊的关系，所以刚才那台车直接被这个收回了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准备其他新的车子，对不对？这一种场地，我们当然就是选择这一种越野车啊，越野车才不会掉下去。来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我们应该走这边，走这边，可以顺利的过去，没有问题。我们变成唯一一位通过这个的选手哦，这边有这个火车铁轨啊，终于过了，终于过了。然后前面这个是什么？这是飞弹哦，啥耶？这飞弹很难开，这边过不去哎，所以我是不是要直接飞过去啊？我看一下，好像是哎，这边看起来超难的。来，我直接一个飞过去，完了完了 ，BBQ 了，狙击，好加上我有降落伞，看来能通过的选手少之又少啊。接下来挑战的是我们的橘色朋友，橘色朋友选择直接用走的走过来这边，然后他要直接跳下去，聪明，然后再爬上去。对啦，这边用爬的比较简单啊，嘿嘿嘿嘿，这边看似有旋转，哇嘞，哇嘞，橘色选手一个失误。直接不小心，降落伞差一点，差一点啊！他不小心就失格了，他非常的懊恼。看来只有我们的蓝色妖姬才有办法过这个关卡，因为他有黄金切尔西。来，让我们爬上来，很好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来，这边要小心，这边要小心，这边要小心。来一个跳跃，成功了！我们的蓝色妖姬，他最终再一个跳跃，不要！他有点跳一个失败就完蛋了。哎呦，他过来了，请问前面这个地方要怎么过？有一个球啊，这怎么过？这没有办法过吧？这可以爬上去吗？我是有一点怀疑啊。他确定这个这样设计没有问题？浮在半空中，这没有办法吧？来，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看一下啊。纳尼，真的是要跳上去是不是？看来只好使出我多年来的这个跳跃能力，毕竟我是大学跳跃的冠军哦。还是不小心摔下去了，傻眼！哇，打他的降落伞，好痛，好痛，完全傻眼啊！看来只有我们的红色风暴能够过完这一场比赛，他已经快要到达终点了，一个跳跃，因为他们都有穿黄金切尔西，这一点跳跃力当然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今天呢，唯一的获胜者就是他。他这个帅气的脸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没错，就是红色风暴。你们是不是想要讲什么金什么的啊？那么今天的影片呢，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最后呢，我要感谢这些加入 YouTube 会员的人，因为有你们让阿金变更好，感谢你们，就这样。